室上冇免费睇，捐玩具有计。喂，你睇埋啲咩啊？尖格咩啊？我做紧善事咋？芝加哥呢间脱衣舞酒吧搞紧圣诞 promotion， 只要捐全身未开封嘅玩具，就可以免费探到一只室上舞。啲玩具就会捐俾区内教会啲细路仔，等佢哋都感受到圣诞气氛。不过男士们，唔好拎晒你仔女啲玩具去啊！优惠每人只可以用一次嘅咋。活动已经系连续第三年搞，经理话旧年反应踊跃到，玩具装满咗落车啊！